即将于4月28日在 NS 上推出的马里奥赛车八豪华版，是以马里奥赛车八为基础的强化版本。最近任天堂公开了一段更详细的介绍影片，像是全新的赛道、许多车种与道具，还有历代各个角色也都将复活参战，有些甚至一开始就能够使用咯。而这次宣传主打的对战模式也从前作的一种扩增为5种，除了经典的打破对手气球的气球对战，还新增了只能够用炸弹兵道具的爆发炸弹兵，在现实内收集最多金币的抢金币，还有抢夺太阳的感谢太阳，以及分组抓人的食人花 VS 间谍等等，玩法可以说是相当的丰富。再搭配 NS 携带与连线上的便利性，到时候不管玩家走到哪儿就能够连到哪儿，可以更轻松的约朋友一起来尬掐哦。